一下，我看一下哈。我还是依旧不会打结。教练呀，我不会打结。教练呀，不会打结，来一下。不会打结。这样子，小心，不会错的，好不好？
我是你的家，你刚才吗？
小朋友，书包有那么长吗？
有多长？看一下哈。啊，回忆，不是回忆一下，看你们电板上面四公分有多长啊，好吧？不要把十公分当做四公分再看。好，来看一下，好了吗？这是一样大的。好，是今天教的是最简单的，手比较重，多转几圈，它就会倒掉。好，看一下哈，然后我们再回来倒哈。你手比较重，然后呢，从头到尾都是夹着，一颗脑袋都没有放掉。小朋友，第一颗，你要紧紧夹住，你就，第二颗要紧紧夹住哈，你才能做第二、第三颗、第四颗哈。我夹住第一颗，夹到不不是，夹住哥，对，紧紧夹住，不能断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乖哦。这个地方幅度太大，管一下。对。要夹住这个第一颗。对对对。这个地方啊，对呀。管好了。感觉太大。感觉。好的。好。小五哥跟中无名指，子贡这边要紧紧夹住，这么棒吗？可以回来啊。然后每一个球都要夹满去往下抛啊。你没有紧紧夹住嘛？所以第三个夹住，折不出来嘛。你只要紧紧夹住的话，第三、第四个夹，要做出来都是没有问题的啊。小朋友，第一颗，小朋友在节目这边要用比较，小米哥这边不能用比较哦。你没有紧紧夹住，你当然做不出来第十个组合啊。小朋友，我有跟你讲说，第一颗一定要紧紧夹住。但有些小朋友哈，很聪明，他认为他用其他的方法可以啊折住，到现在他连第三颗都折折住了。我这么紧张了。好，小胡子。小五哥跟各位，全都是这只手在转，要紧紧夹住哈，不能放。夹住夹住。啊，你要学折出球，这个动作很重要哈。你就没有很习惯的话，你永远折不住，永远折不住啊。来，十公分有多长？好，折出来的小朋友把你的啊作品好，举起手来，你看一下。够大，你再转。十公分哦，每个折十公分哦，你的十公分有多大？好，看一下。好，食指跟拇指抓住，拿出来之后，来，拿出来，好不容易哈，抓住，抓住，不要放，看一下哈，怎么抓，抓住，这个另外一只手不要放哦，好这样子，好，第一球跟第二球的结构，跟最后一个，最后一球后面的结构相交叉。两天以上哦。
好，就是变成这样子来。你漏气了，你漏掉了。等你再充电的时候，充电的时候，我再。
方跟你这个姐妹就是很应该很也是一样哦，第一课的节后就是手夹住对方，那就再放对好了，已经弄五个球都在这里了，对，也是一样，第一颗你夹住的地方夹在第四颗，用好的小朋友，用好的小朋友先做好，这样子然后转，然后转表现好不好，没有那么大，来再冲再冲，来自己再冲，没有关系，老师教你好吧，怎么样，小朋友，你要记得眼睛要紧紧夹住啊，不然你永远永远怎么折都会不见。好，我问一下，好，
你太短了，没有空间了。哎，这个要一样大小啊，太大了，要。那不像了，这样最可爱。没有空间。有问题？大问题呀，好的车呀，好啦。啊？啊？你还会用？Okay.
永远打倒了。你不要用劲啊你。小朋友坐好，跟老师。好了，为什么这么多人离开座位啊？好，你们在原座位上面有问题，我老师还看得出来啊。好了，老师，我怎么知道你问题在哪里？我要换一个。
夹起来，夹起来，对，夹起来，要用力夹，夹太紧就倒了。这样夹吗？啊？你拿这个五哎。这样夹吗？小指，小指够用力，用力，用力，用力。它是我的吗？小指，小指。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圈圈啦！好了吗？好，夹完之后，刚刚我们有做这个小火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今天等一下，我们做更简单的，连续做七个。七个都七个。来一个，走吧。煤球折出来之后，要折两圈哦。两圈哦，不要跑掉哦。对，每一圈都要，后面你要三圈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来看你们。好，第一次我们已经有个经验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连续折七个同样大小的球哦。哇，那个路子真难走。这样还不算吗？是这样子。这工具很好用啊，是你的动作不错的啊。那三十个中间再来，再讲一点，做一下。一二三，这小米真的不错。没关系，这样可以了。再讲一下，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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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对对对对对。5公分，其他后面的七颗是7公分啊，7公分不一样。来，拿这个，没得用。第一颗5公分，然后其他的后面七颗3公分。对，然后弄完之后，放在那边等苹果那个。好，那个两圈哦。好，就这样子，最后的动作。最后的动作，七颗，折完之后，最后的动作，最后的动作这个样子，看一下啊，最后的动作这样子哦，很好。最后刹车哈，这个球刹车用那个，用那个什么，食指跟大拇指夹住，它就跑不跑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不跑啊？你们有经验了吧？啊，我看一下哈，来，我看一下哈，大拇指。他就跑不掉了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一直跑不掉，你过来，真的跑不掉，对不对？我说这个一直跑不掉，跑不掉，好。因为你夹的不够用力，你看我夹的很用力，都没有办法。小指来看一下哈，用力夹 ，OK。好，大拇指过来，大拇指。我今天特别是，对。他加一个，他进加一个的 ，OK。好了，大拇指，好，
动作这样子。第一圈不算，搭配一个组合。对。你没有完全，我其实有想说每一颗球都穿两天，你为什么回来的？为什么会回来？来，我打老师跟你们讲啊，因为你们转的不够多圈，所以他才会打你的。六颗。怎么样？七颗。到这里，到这里，到我的点，你看我抓哪里？啊，你找一个，你找一个，小朋友，点抓好，小朋友，你只有四颗，要五颗。耶，他想接喽。老师，你说几根几打结？第三球跟第四球的接棒，最后一个接棒打结。第三球，我上回要来了。第三球跟第四球，第六球好问。对，好。要两千，两千，每个球都要打两千。老师，好，看一下啊，第三球跟第四球的节奏跟第六节奏，小看。老师这样吗？好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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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三球有七颗。八颗啦。八颗，恭喜。一球，一球。后面再加一颗，就是总共加起来是八颗，好，八颗，不好意思，慢慢再做一个，好了，一共是三颗，总共就是后面有五颗球，五颗球放在一起，后面的五颗球加起来，不要在后面，后面的五颗球，后面总共有五颗球，到这边了，这个，哎，对，这个，来，这个，这边放在一起，好，这是这边。好，第三跟第四球的这个结缝，第二最后一个结缝交叉，后面有五颗，啊，你再多一颗，好，转开，对，好，转过来，怎么样？你继续来，好，再夹这里，来看一下，来，哎，一颗，啊，一颗，一颗，二。前面留两颗，后面有五颗。前面留两颗，然后后面这个结跟最后面这里打结，这里，好，然后转到一边，你不要放手，赶紧把结弄回来，这里抓住，这里先抓住，我就是我一个人没有办法抓三颗气球，不要，不要。好，第三个是这样吗？
这样小香肠。
踢个球，你要别过来，你要别过来，你要过来。对，小江过来，他打球，他过来这边，先像小耳朵一样，然后把他这样子来看我。等一下，又帮我这么打。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是。
会做，你会吗？好啊。来来来，你第一个做完的蛋糕。你肉吃吗？然后做完的小朋友举手一下。来，有好放下。来，有困难小朋友举手一下。还没有。你还要做完，你只有做一个。没有，他这个玫瑰花。一秒钟你在我前面摆了三分钟。那我再说什么？那再说。好了吗？对，快。还没做完的小朋友举手一下。做一个环吗？做啊。做一个环吗？你们工会有没有做环？做一个环吗？然后就来了做一个环。这等一下。对呀、啊，你第一个都会做了，第二个会做。我第一个就是随便给他做出来。啊。好。这谁做的？啊，做的不错哈，你看，这么漂亮，行吧？来看一下，有没有小花？有没有？有。有，漂不漂亮？啊？他又完了。还有谁？漂不漂亮？好。小老鼠会做吧？你自己做。小老鼠不会。小老鼠最简单的。几个球？我们家自己做的。老师有没有做五个球，要第五个球把它塞进去。没有啦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做五个球做出来，你们有兴趣的话，这很简单。我想做螃蟹。对。我想做螃蟹。我想要做螃蟹。七个球做出来。我想做螃蟹。好，七个螃蟹。有六个。啊，这个是第二只乌龟的头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好，第六颗塞进去。我还是不会做。
如果说你们回去有兴趣的话，勤能补拙，每天这样练习的话，啊，有一天就会像老师这样，那么会折了。老师，我教老师。老师也会简单的。球不能放久哦，哈、啊，太久的话，老师也会简单的保健。好，保健我知道。耶、yeah! yeah! ！他还剩多少时间？一台还剩多少？十分钟。啊！加了，加了，加了。加了加了40%要请建老师做，再送给你们啊。
最乖的同学不是你的。好，我们的第二个作品是小花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几公分？几公分？后面几个？八个。八个。一个五公分，后面一个七公分，然后第三跟第四节中间的结构跟最后的结构交叉，啊，然后再来把新的摆进去，再折一个小球，再做六公分的两个环。第二个作品什么问题？没有。第三个没有。第三个有点过分。我们在干嘛？还有五分钟。有什么问题？
些都是我们回去哈，都是我们回去。因为做的小朋友不要自己嘛，自作聪明哦。来，还有谁不会打？不会去打，打哪去？打哪去？老师，你给我过来，给他打。拿去。我是说刘三。刘三会直接的啊。来。你们的那个打的标准动作不对哈，永远打不出来。
Ha ha ha!